每个男人都有一个飞行的梦想，而此刻带着喜悦的心情，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箱子。心情有些激动，久违了伙计，拆过的快递不计其数，但这次拆箱是最愉快的一次。哈苏版的全能套装，它包括的东西很多也很全。首先是这台主机，做工很精良，然后是一些线材，标配里的东西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些线材、说明书，包括一些桨叶，还有一些说明书之类的东西。这个盒子是一个全能包，包括一个便携式的包，质感还不错。包里有充电管家和两节电池。还有一条车载充电，这个非常实用。育儿哈苏版的做工非常的不错。现在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充电管家联系起来。把所有的电池都充上电。机身没有 SD 卡，需要我们自己装上一张。我选了一张128G 的 U2 的SD 卡，桨叶很轻松就可以装上了。现在一台无人机就组装好了，我们就等着电池充电了。真有些爱不释手的感觉。 OK， 又要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我是O2，我们下期再见。